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道说六十四卦。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卦是临卦，坤上对下临，上面是地，下面是泽。我们还是按我们的道说的这个系列来讲。我们站在道的高度，从一个就像我们到月球上看这个地球，和我们在地球上看地球，那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在解这临卦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站得比较高远，这样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全貌。下面我们先看看它的原文。所有的六十四卦都是，首先有一个总纲叫做卦辞，然后呢有六个房间，六爻，每一个房间里面有一个爻辞，有一个纲领，我们按照这个象征意义来进行解读。看原文，临，元亨，力争，至于八月有凶。初九，咸临，争吉，九二，咸临，吉，无不利。六三，甘霖，无忧往，甘霖，无忧虑，既忧之，无咎。六四，自霖，无咎。六五，资霖，大军之宜，吉。上六，敦霖，吉，无咎。这就是它的卦辞和爻辞原文。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从这个道家的角度来看它，来解读它，看它深层的意义，它要表达的意思。周文王作为圣人，通过他的修炼，在超越阴阳五行这样一个很高的高度上来写出了他的感悟，对整个宇宙的感悟和怎么去处理这个人间的这些事物。也就是说，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就是说他六十四卦里面就包括了人生观、价值观，这个对整个宇宙的看法、生命的看法都包括在里面，包括修炼的看法。我们首先看它总纲，总纲就是一个整个的房间的，就是比喻为一个大的房间，大的房间有一个纲领，然后里面六个小房间，六层楼，六个纲领。临，元亨，力争，这个元亨力争是整个道的四个品质，是我们在讲第一卦乾卦的时候就元亨力争。他讲的翻译过来就是一种大吉大利。为什么能够大吉大利呢？就是行于中道，守住正道。中道和正道就是，第一，遇到任何事情有一种正义感，正义，因为往往胜利它属于正义的一方。第二呢，就是元，它是一个源头，道的源头。亨，畅通，四面八方，无往不利。因为我们发现这些道路往往是受到我们人为的一种局限，而要想达到一种状态的话，就应该打破这些局限，人类的一些局限。所以说
缘和力争，把这四个品德都加在一起，才是一种圆满，就是容易大吉大利。而这个宁呢，是一种君临天下的意思，它讲的是首先第一个意思就是讲的国王来看他的下面的，比如说老百姓、人民或者他的部下，君临天下，在古代就是皇帝来了。那么我们引申开来呢，可以看成一个领袖，看成一个领导者。这整个卦就是在将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好一个合格的一个好的领导，在家庭就是怎么做一个好的家长，他讲这个道理。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它，我们就容易理解它。至于八月有凶，八月就是到了秋天，秋天本来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一个领导也好，一个家长也好，或者是一个有权威的人士，领袖级别都好，他如果沾沾自喜于他的那种成就，因为到了八月就是收获嘛，秋收季节，他觉得他很有成就，他很骄傲，很沾沾自喜，他忘掉了一些做人的基本法则，比如说在道德品德上要严格要求自己，叫做廉以待己，宽以待人，就是对别人应该是更宽容一点，对自己呢更严格一点，他忘掉了这些。那么别人在八月就秋收嘛，而他呢反而有凶，没有收获。这个我们看看我们的历史，就经常发生一个朝代的建立，慢慢到了多少代之后，本身是一个收获嘛，他的建立者，比如说秦始皇建立了，统一了中国，但是他的后代呢很快就败了，整个天下四分五裂，原因就是他没有行于中道，没有坚守这个对人民很友善很友好的这种状态。所以说当真正该收获的时候，反而至于八月有凶，这是圣人在提醒我们，做任何事情要把初心一直坚持到最后。其实很多人他的初心很好，包括修炼命双修，达到一个最完美的状态，圆满的状态，那么中间做很多好事，善良的事情，布施的事情，不管是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他都很愿意去做，这是他的初心。而且他看到人间的疾苦也是很有同情心、怜悯之心，有的人看到别人杀生他也会流下眼泪，看到别人受苦他也流下眼泪，这种人在我们生活中并不是一个两个，应该说善良的人是很多的在民间。但是为什么大家修出正果的能够飞升的，或者是能够成仙了道的，是相对来说就比较少了，原因就是他没有坚持下去，他可能就是当时动了心，很有生起来一种同情心，但是他没有把这种同情心升华到一个慈悲，然后把这个慈悲再升华到大慈大悲。什么叫升华？就是他把这种心转化为一种动力，一个是自己修炼自己的命功，一个是对外帮助人做好事，法布施、财布施作为一种每天的功课。包括我们的很多做义工的，有一部分人坚持的非常好，很完美，那么他们未来的这个福报不可限量。另外有一些人因为工作的原因呢、家庭的原因等等，他可能就放弃了，他可能就半途而废了，他就觉得好像做这件事情会浪费他的时间等等。这些其实这个宁卦里面所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坚持，坚持的最后一个，比如说做任何事情前面很多人可能都放弃了，最后坚持到最后那个人，可能最后他所赢得的这种成果应该是最好的。
最多的、最完美的。这是圣人在提醒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要在该收获的时候却颗粒无收。为什么呢？中间没有好好的耕耘，没有坚持，就是中间好像遇到了一起伏之后就放手了。然后进入第一个房间，叫做初九，寒凝真极。这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第一个房间就告诉我们，因为他是讲的是作为一个领导人、领导者或者一个家长，或者我们每个修炼人，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指挥官，这个弦铃呢，弦就是那个感应的意思。以后还有一个卦就叫弦卦，它是感应。这个感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像刚才说的，有的人他看到别人在吃苦，看到别人生病生得很重，他就不自觉的流下了眼泪，这就是感应。他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他是真的心里面很难受，这个就叫弦，就是一种感应。包括修炼，有的人站在那里突然全身动起来了，并不是他指挥他动，他自然而然的，这个就是一种感应，就叫弦。弦铃表达的什么呢？表达的一个人，不管是领导也好，或者是家长也好，或者是处于一个相对高位的位置的人也好，或者修炼的人也好，很真诚的去面对一件事情、一个人，因为它是自然感应嘛，代表的是真诚、真实，不虚伪、不作假，是怎样就是怎样的，自然而然、自然流露，所谓的自然流露，不是造，就是后天的伪装一下。很多人戴着面具生活，他伪装了一下，那么他就不是这个意思了。这个意思就是没有任何伪装。如果一个领导人是一种很真诚的状态去面对他的那些群体，或者他的部下，或者他要做的那件事情，引申开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以真诚的态度去面临一个具体的问题，那么结果就是真吉，就是吉利的，没什么不吉利。为什么？一个人的真诚可以感天动地，所谓一念之诚感天动地，那怎么可能不吉利呢？所以说中间有一些起伏跌宕，我们可以看成这是上天对我们的考验，这是很正常。所以说这个感应的状态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状态。然后九二第二个房间还是一样的，咸宁即无不利。很奇怪哟，它上面这个初九也是咸宁，九二也是咸宁，好像有点啰嗦，有点重复了。就像那些年轻人很讨厌他们的长辈，哎呀，啰啰嗦嗦的实在受不了。其实他不理解那个长辈对他的那种很真诚的那种心，希望指导他，让他少走弯路，他不能理解。一旦他有一天能理解了，他会非常的感恩。所以说现在的很多小孩子都不太懂得感恩，就是因为缺少了这个国学的教育，这个孔孟的教育和周易的这种。所以说他这个圣人对我们也是有点像一个长辈对小辈这样，不厌其烦的。前面说的贤灵贞洁，现在再说贤灵极无不利，还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对待一件事情，或者是一个领导对待部下要很真诚。如果部下感觉到那个上级老是在说一些空话、假话、套话等等，那时间久了可能就没人相信他说的话了，哪怕说的再好听也没用了。所以说这就是在告诉我们，修炼一样的，都是保持执行即为道场，真诚坚持下去无不利。不要因为一点挫折，或者是一时的看起来有的人修炼进展神速，天天像飞一样，那是什么原因呢？他潜意识过去式的福报到了，
他一听到师父的加持，他去做这些专项连接祈福超度，他一下子感应非常大。有的那个我们的这个同学，他们的小孩子那个成绩做了那个文昌帝君之后不断的飞涨，有的人已经考到第一名，连他自己都没想到，非常厉害。这是什么原因呢？这是他本身有这个根基，他过去是有这个福报，他这一次有了这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三才相应，他一下子就反应出来非常快。有的人一下子就打开了天眼，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金色的光、红色的光、白色的光、各种光。有的人呢，身体也表现得非常健康。那么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呢？不是的，肯定不是的。如果每个人都这样，那修道就太容易了。为什么修道不容易？原因就是很多人他上一世、过去世他的福报没有这么多。比如说过去上一世很多事以前他财布施做得不好的人，他或者是有的人很生活中很吝啬的，他不喜欢财布施，这种人他这一世他做任何事情他就有可能很不顺。他要想发财，他要想得到很大的像那些企业家一样的，他就很难做到，不容易做到。当然他这个出生的那个年月日时所组成的那个命局也能看出来他的财可能就受克。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去世的福报没有到位，这是一类。另外就是有的人的疾病，他站桩之后或者听经之后他有感应的，各种各样的感应，他会体现到什么呢？好一阵坏一阵，坏一阵好一阵，有起伏。有的人呢，他做了超度之后当时很好的，过一段时间他又有反复，情况都是因为福报还没到位，而在处于一种退病的现象，就是其实还是在不断的在清理他这个灵魂里面的垃圾，其实是在进步，他在波动就是一种进步，他只不过不知道，他不能理解。这个时候更需要坚持，加强信心，要做更多的修炼，更多的好事、善事和各种各样的布施，参与这种加持，这样才能够叫做笨鸟先飞嘛。就是过去是已经做的没有别人好了，这一次遇到一点阻力就放弃了，那岂不是前功尽弃，更加可惜。所以说这种人更加要明白，我上一次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布施还不够多，好事做的不够好。有的人说啊，心地很好，为什么运气不好？不是这样的，他是停留在心里面的。有的人他心地不错的，但是你问他到底做了什么好事，没有，他没有行动的，那么他就体现不出他的这种福报。所以说这种人一定要明白，在修炼的过程中要遵循这个灵卦，就是告诉我们要坚守正道，要坚持，遇到任何困难阻力继续向前积累，积累这个福报，这样才叫做三个字，无不利。如果前面没有坚持，怎么可能无不利呢？就中途而废了嘛。很多人其实就问题就出在这个没有坚持，所谓的不忘初心。所谓不忘初心，就是出，就像唐僧他在出场的时候他就想取西经，中间遇到了九九八十一难，各种各样的妖怪，各种各样的折磨，可以说有时候生不如死，他都没有忘掉初心。我们学习修道一样的，哪怕中间好像有反复有起伏，有的人疾病可能某一个过程中还加重了都有可能，这其实是好事情，并不是坏事。这正是一种积累自己的这个坚定信心，积累福报的好事情，正是消业障的好事情。包括在生活中有时候出现争吵，家庭关系的争吵，或者邻居啊，或者上下级关系出现口舌是非之类的，这个时候正是反观自照，提升自己修为的好时机。如果自己能放下，看穿这些人间的红尘滚滚都是一种假象，我们只是以假修真，我一下子就放弃了，无所谓。当我们觉得无所谓的时候，其实境界又提升了。我们想一下，连周文王这种人，圣人，而且是一个国家的国王，他都可以做到在某些的利益点上他可以无所谓放弃，他的一生之中也
利益，但是呢，他坚守正道，最后反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整个天下被他儿子统一了，武王一下子统一了整个中国，而且他建立了个朝代，周朝一共延续了800年，是我们整个中国历史上最长最长的朝代。而以残暴起家的秦始皇一代人，他想千秋万代没有的，他死了之后他的天下就消失了，没有了，到刘邦手上去了。这就是得道者，老上天会，天尊会帮助你的，你不得到的人天天在那里求啊求啊求也求不来。所以说这个之所以有的人加持非常见效非常快，也和方方面面反观自照，心如止水有非常大的关联。然后六三马上就紧接着甘宁无忧虑，既忧之无咎。甘是什么呢？甘甜的甘。这个甘甜的甘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一个领导在上面，甘甜语言是什么？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种从古至今封建时代那是最多的，这种人就是说话的时候说的啊好听得不得了，但是呢背地里各种各样的坏事做出来，这叫甘霖。甘霖有什么后果呢？无忧虑，没什么好处的，很快就被部下识破，被老百姓识破，大家不支持他，不支持他。从古至今那些大人物，当他真正失去了下面的支持的时候，就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就换了朝代就没有了。所以说一个朝代的这个变化，它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有原因的，它有这个群众基础，有天意在里面。所以说这个临卦，圣人在2500年前就看得非常清清楚楚的，因为他不是用我们这个肉眼在看，他是用灵魂在看，用灵眼用慧眼在看。然后后面紧接着他的解决之道，既忧之无咎。既忧之什么呢？当一个领导人也好，长辈也好，一个家长也好，当他发现了问题，他忧虑啊，他忧患啊，这就是好事情。一个人懂得忧患，懂得忧虑，他就会想办法去解决问题，然后他回到他的初心，回到他的这个同情心，回到他的这个慈悲心，站在这个角度行正道，无咎，就没有灾难了，事情就解决了。六四，第四个房间，无咎。由于他前面已经发现了忧虑的事情，发现了只是说好话说得很听，让大家觉得他很好，但是实际上做得不好，他去改正了，他发现了错误马上纠正，就相当于我们忏悔。所以说这是忏悔是一个最重要的法门。所以说我们有的同学他们就已经明白了，他会定期做这种忏悔。忏悔既可以自己不要让任何人知道，自己在家里做，也可以爬到一个山上去在那里忏悔，把自己的做错了的事情向天地叙述，也可以更加的光明正大的在师父这里做一个专项的连接，在这个里面去忏悔。那么这种天尊的加持里会让他清出更多的这个业障里面的一些垃圾，灵魂里面的垃圾，那效果肯定是更好。这就是忏悔的力量。然后正因为有了上面这一爻的忏悔，然后才有了这个六四的至宁。至宁就是到来了，什么到来了呢？好事到来了。因为前面做了忏悔嘛，做了忏悔当然好事到来了。就像有的人他消除了业障，他做了专项之后，他突然感觉非常顺利，他就感到那个贵人从天而降，他自己感觉是意外之喜。这就是至宁，这就是我们在命理学上是最想要的贵人降临，最后的结果是无咎。所以说这个忏悔是修炼里面最重要的，因为一个人犯错误无所谓，没关系的，人总是不完美的，
这是也是最重要的。我们每个人不要追求完美，一定要追求不完美，在不完美之中完善自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这个网络世界、电脑世界、软件世界，它是不断的升级换代的。比如说这个苹果手机，它从它创立那个发明出来这个第一代到现在已经过了多少代了，其他的那些电脑一样的一代一代升级，比尔盖茨的这个微软一代一代的升级都已经换了十几种了。它这个不断的升级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反观自照，发现自己的问题和不足不完美，然后就不断的修正它，这样我们才能前进。因为只要是人，你还没达到大罗金仙，你就是不完美的，你就得不断的修正自己，不断的向上走。除非你成了大罗金仙那个级别，你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你就走向了完美。但是这整个过程，你只要还有肉体在人间，你就是因地的神仙和果地的神仙是有区别的。只要我们发愿，我们这一世今生一定要证道，我们就已经到了这个因地的这个神仙的这个地方。因就是在此岸，我发愿我要做好多好多好事，我要做多少的财布施，我要做多少的法布施，我今生就要修到一个不生不灭的状态，然后回到道的家园去，回到东方长乐仙界，到那里去。这就是一个因地的神仙，已经是神仙。因为你神仙不是肉体的，是灵魂里面的。果地呢，是真的修成了，将来百年之后把这个衣服一脱，衣服就是我们这个肉体不要了，一脱掉，灵魂身上仙界里面去了，就是果地的位置了。那个时候就体现为一种圆满，一种神通广大。但是前提是我们要坚守正道，忍耐，在任何时候坚定信心，不能半途而废。做任何事情不坚定的人都不会有任何的成就。然后就到了第五那个房间，六五，知灵大军之仪吉。到了这里，因为前面通过修炼已经不断的在修正自己的一些错误，忏悔自己的一些错误，然后把自己的业障消除，把冤亲债主清除，这些都是一个很长期漫长的。别看它只是六个爻，但是要把它做好的话，可能要坚持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生，最后才能够彻底圆满。因为我们人间最大的一件事情，从修炼的角度就是生死，要破掉这个生死，从生死的此岸渡过茫茫大海到彼岸，彼岸就没有生死，不会有轮回。所以说知就是智慧的意思，知和智，智慧是相通的。因为一个人能够看到别人的一些问题，那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但是要看到自己的问题是很难的。所以说这个知其实更多的是看到自己的反观内照，看到自己的一些缺点，一些问题所在，而且愿意去修正它，那么这就是最好的品德，这就是一种真正的修炼。而且不要觉得这只仅仅是这个性功的修炼，其实这本身也包括了能量。一个人如果把灵魂里面都打通了，你要采集日精月华，可能和一般人比别人那就快十倍百倍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个知灵就已经拥有了，也就是说开悟了，这就是一种开悟的状态。开悟是什么呢？看任何问题一看就知，对自己的问题看得清清楚楚，对别人更清楚，也就是说更容易看到自己，而不是老是去挑别人的缺点。大军之仪，这才是一个领导人的品德，也是一个成功者，也是一个圣人，就应该首先反观自照，看自己，把自己都看不清楚，那怎么去看别人呢？所以说我讲的《道说心经》，观自在，观自在观谁呢？观自己。这个时候才是大军之仪，这个才有资格做一个家长。真正的家长就是能够把自己看清楚，然后他再去看家庭成员的问题，
他就发现，哦，原来家庭成员某某人某某人，我过去觉得他很不对，和自己有很大的关联，正因为自己的某些事情做得不对，才造成了这个家庭成员的不对，说不定自己就是这一切的根源。把这个明白了之后，就有资格做领导，有资格做贤人，做圣人，有资格做神仙。最后的结果一个字，吉。吉就是成功的意思嘛，吉利嘛，大吉大利，完美。然后就进入了第六个房间，敦宁吉无咎。其实这个就是在进一步的强调，看清了自己，也就看清了整个世界，开悟了。既然开悟了自己，也就开悟了整个世界，因为自己就是这个整个宇宙的缩影。这个敦宁呢，就是一种诚恳、诚心诚意。一个真正开悟的人，首先体现到他对人就非常的诚恳、诚心诚意的。不管结果怎样，他的初心那是一定是非常诚心的、诚恳的、慈悲的，是随喜的。他对整个世界的好事情都是随喜的。如果整个世界发生任何人发生不好的事情，他都有悲悯之心，他有同情心的。而且不仅是心里面的同情，他会行动，因为行动是最重要的。如果一个人修炼不行动，那肯定等于学会了游泳但是从来不下水，无补于事。这个可以引申到方方面面的，修炼可以在生活中修，可以在三百六十行中去修。所以说从古至今，那个印度佛教的修炼，他是出家做一个和尚。中国的道家，中国的道家我们去了解，有360行里面的顶尖人物其实都是道士，都是道家的，但是他不一定穿道士衣服，但是他所体现出来的这个智慧，处理事情的看法和看这个世界的方法，那就是道士，有道之士嘛。道士，道士有道，有道首先就有德，没有德有什么道？哪怕他在军事上他就会保民。说到这里，有一个小故事，我觉得也算是有道了。美国的南北战争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人，罗伯特李将军。这个李将军南北战争他在南方打了败仗了，已经要宣布要投降，然后呢他们准备去投降。其实他本身在之前他就有很多的业绩，当时美国是统一的嘛，南北战争差点分成两个国家了，然后他们就接受他的这个投降。但是他和其他民族其他国家表现很不一样，这个李将军投降之后，北方已经胜利了嘛，就没有追究南方这些将军呢，就是把他立为战犯。如果其他民族，这个李将军肯定会成为战犯，他抗拒北方的这个政策，统一的政策。而且这一场战争死了几十万人，为什么最后他投降之后，人们引导了整个美国人对他非常尊敬呢？他有几点。第一点就是当时南方已经基本上要处于失败的边缘，然后这个南方这些人就不想投降，因为投降觉得没什么好处，可能会被北方的，看看这个世界历史，投降的一方败的一方有可能很惨，可能要上军事法庭啊，可能要被绞死啊，可能反正那些领导人也会很害怕的。然后这个李将军呢，他就觉得应该，如果没有把握再打下去了，那就应该投降，因为毕竟还是一个国家的，都是美国嘛，一个南方一个北方。然后最主要的是他们这些南方很多人说，我们打一场游击战，把所有的妇女儿童都把他们团结起来，然后北方人过来之后，我们就可以想办法包围他，最后把北方打败。但是这个李将军他就认为这样呢好像不是
太好的方法。为什么？它就站在了一个，按我们的修道来说，就是一种发了善心、慈悲。他觉得这些妇女儿，那大家都成了军队的军人了，那要死多少人了？那北方人本身就当时处于一种很强势的状态，军队很厉害的，那岂不是像那个其他国家，包括那个成吉思汗攻下一座城的话，可能要屠城，或者是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那可能是烧光、杀光、抢光，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他决定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了，要投降。所以说他这件事情最后连北方的这些将军知道之后，都对他非常的尊敬，因为他保住了大家的这种更多的人不要受到伤害。然后他投降之后，后来他还做了一个大学的校长，去搞教育去了。这个大学后来从一个当时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很小的一个大学，最后竟然成了一个华盛顿学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的知名的一所大学，他做校长。所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它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灵卦其实虽然是我们中国人发明出来的，我们圣人发明出来的，但是它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其他的国度的，它只要保持一种慈悲之心、善良之心，不分民族、不分种族，他手上正好有权力，但是他是以慈悲来对待，以善良来对待。那么他其实也符合这个灵卦这个道理，以真诚来对待，急无救。结果他作为一个战犯，在其他国家可能被枪毙了，他还得到了善终，而且还得到了什么呢？声誉，他的塑像被立起来作为纪念。这就说明任何人不管处于什么地位，当这个灵卦主要是指的领袖级人物领导，在家里面就是家长怎么对待自己的这些家庭成员，单位的公司的老总怎么对待自己的这些成员。如果是以灵卦来真诚、善良、慈悲，那无往而不利，这些员工也愿意为他努力。家庭成员呢，可能最后哪怕有时候小孩子有叛逆之心，也会被感化。其实教育的最高境界是感化，所以说圣人之道是感化之道。所以说六十四卦我们慢慢学下来讲的都是感化之道。然后不管什么宗教，虽然我们是道家学说，道家为主，但是其他的什么基督教啊、什么穆斯林啊、什么佛教啊，还有其他的地方性很多很多一些宗教，它其实真正的那个圣是感化，是善良，它是站在这个角度然后行于中道，否则它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教的学说，那就成了邪教。什么叫邪教呢？不以道德居于最高位置，都是邪教。正教就是以慈悲、以道、以德放在最好的、最重要的位置，然后坚持，一直坚持，哪怕自己中间受到了一些不好的状态，也去坚持，这就是灵卦。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个小故事。当时呢，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商人在住在河北那边，他有个儿子，他这个儿子呢非常聪明，喜欢读书，当时呢已经到了16岁，在古代来说16岁的话就算是成年人了。然后他父亲因为是商人嘛，商人重利，他就觉得读书好像也不想做什么状元啊、秀才啊等等，他就觉得能够知书达理也就可以了，他就觉得不需要再去读了，就让他跟他一起学习做生意，他就让他跟着他，然后我们一起做生意。他们就在船上渡船渡江，这样到另外一座城市。过去古代必须要到一个地方去进货，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销售出去，
做零售批发之类的。然后呢，他这个儿子呢16岁嘛，很处于精神旺盛，精力旺盛，他每天在船上没事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那些书籍拿出来朗诵，里面他往往喜欢一些诗词歌赋，他就天天就在那里铿锵有力的念得津津有味的。而他父亲呢，忙着去做生意嘛，经常就要从船上下到地方上去，县城里面去，他就没事的时候就在那里念。结果突然有一天呢，他就发现窗子外面呢有影子在晃动，好像有人在偷听，他觉得当时还不太在意，但是时间一久，因为他们在外面时间比较久，就发现外面那个人好像经常过来，有一个影子。这一天他觉得非常奇怪，他就看到外面那个影子听得突然最快的速度跑去把那个门打开，一看，哦，原来看到了一个15、16岁的一个女子，那个女子非常的倾城之貌，叫做非常的漂亮。那个女子看到她这个少年出来之后，赶紧匆匆忙的走了，她也不好意思啊。又过了几天，她父亲就带着货物，就是进了很多货，准备回到家乡去卖嘛，就准备要走。这一天呢，他父亲就出去办事，突然有一个老太太到船上来找他，就说：“郎君，你可要杀了我的女儿了。”这个少年一听大吃一惊，说：“怎么回事啊？搞不懂。”这个老太太说：“我们家呢姓白，有一个独生女儿，很喜欢读书，这段时间经常过来到城里面来听，到那个你的附近来听你读诗读书，非常思念。这几天听说你们要走了，他就吃不好睡不着。他说我准备想把这个女儿就许配给你，你愿意吗？”这个少年一听，他看到过那个女子的嘛，也非常愿意，但是又怕他父亲责怪他，他就给他老太太说：“等我父亲回来，我跟他说一下。”然后这个老太太一听，看他做不了主，就比较生气，就走了。然后这个少年的父亲就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就把刚才的事情他父亲说了，希望父亲答应。可是呢，他父亲是一个成年人嘛，觉得有点不靠谱。为什么呢？这个少女思春是很靠不住的，就以小制之，不理他。然后第二天他们准备要走嘛，突然发现不对，那个船下面的突然冒出很多石头沙石，把那个船就拖住，动不了，走不了了。然后没办法，就准备只好推迟一下，让他在这个船上守住。然后他父亲说再到回家去取一点钱，再进一点货，然后等这个潮水涨了之后再走也可以的。然后他的父亲就走了，去办事去了。然后这个少年非常高兴，为什么呢？他心里面想，他父亲走的话正好去找一下这个女子，他的那个老太太。结果果然有一天的太阳下山之后，这个老太太一个女子过来，他一看就是他看到的那个他的女儿。过来之后说他生病了嘛，让他躺在床上。这个少年一听就很吃惊，把灯移动过去看看到底严不严重。结果一看，他的脸色虽然是有一点生病的迹象，但是还是很那种流露出的那种红润的眼光的那种灵活，还是不错的，不是那种很严重的。然后他就问候他，问候之后两个人就说话对打，
然后一会儿他们就慢慢的就从一个陌生状态慢慢就比较熟悉，然后还是感觉这个女子很虚弱身体，然后他就逗她，用手去逗她玩，这个女子就高兴起来了，就说你跟我念几篇诗词，我的病就会好。他就跟他念，念了第一篇好了一点，再念一篇又好了一点，念了三篇之后，那个女子坐起来了，说我病好了，再跟他念了几篇，他精神就非常好了，两个人就聊得非常开心，然后就这样就好了。好了之后天还没亮的时候，这个女子就起床了，就说啊，我老母亲快要来了，我准备要走了。结果果然那个老母亲来敲门，看到她精神状态这么好，身体也好了，就非常高兴。然后他老母亲就说，女儿跟我一起走吧。但是啊，这个女子就不太想跟她母亲走，因为她想跟这个少年在一起。最后他们两人就过了一段欢乐的日子。有一天呢，他就看看是能够缘分有多久，他就占了一卦。因为过去的，因为这个女子不是一般的人，她实际上是一个鱼精修成的，就是水族。水族往往有的是龙族，有的是鱼族，有的是龟，有等等很多水族有灵性的，他们通过修炼千年之后，他可以变为人形，几百年之后就会通灵，他可以跟人类交流，他就是属于修炼已经千年了，已经可以变成人，他也会易经之类的占卦，他就占，结果占卦之后发现那个卦不吉利，说我们的缘分可能要结束，你父亲要回来了，卦上显示你父亲很快会反对的。果不其然，很快他父亲回来，这个少年就跟他父亲说这个事情，他父亲听了之后就很不高兴，因为他想，哪有一个良家女子这么随便就和他好了，是不是一个那种欢场上的过去古代的那些什么歌女啊之类的妓女之类的，就不同意他们好，他也没办法。然后呢继续又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就准备要走了，因为货不进了很多，要准备回老家去卖嘛。然后这个女子就有一天她父亲不在的时候，她就跟她说看来你父亲不同意也没办法，但是啊，我有一个方法让他将来会发生变化。她就跟他做占卜，就是用那个易经八卦，什么东西可以赚到钱卖一个高价，什么东西赚不了钱卖不了高价，因为在卦里面是可以显示的。比如说一个卦里面的财爻很旺，比如说现在打个比喻，现在是夏天火旺的月份，如果占一个卦出来财星属火，或者是子孙爻属火，因为子孙爻它可以生财爻，财爻就非常旺，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这个东西就可以卖很贵。那么他如果进这种货进了很多之后，他可能就能够卖个好价钱，他就能赚到钱。他就指点他，让他告诉他的父亲买什么什么大概可以是三倍的价利润，买什么东西可以是十倍的利润。然后他父亲一听还是不相信嘛，觉得哪有这么神，但是他那个儿子因为相信这个女子，就是那个鱼精说的话，他们非常好嘛，相信他不会说假话，就说一定坚持要买。结果他父亲就用剩了一点钱，不多的一点，大多数都买了其他东西，剩了一小部分钱就买了这个鱼精说的这些东西。买回去之后他们就一起回家了，回家之后才发现他父亲自己自作主张买的那些东西，因为行情变化，不仅没赚到钱还亏了，还有亏损。然后这个女子因为她不是一般的人，她是千年的那种精，当时善良的妖精，再向上修的话可以成为神仙，她做好事嘛。结果她说的所有的东西买回去全部都赚了钱，然后把亏的钱
全部打平之后还有利润，这一下他的父亲就对这个女子刮目相看，觉得哇，这个女子看来不是一个普通家的人，不会是要非常有学问有才学，而且懂易经，就有点同意了。然后这个他的这个父亲就带了自己全部的本钱，就到南方，就到再一次到那个洞庭府去找这个女子和他家里面，结果正好看到那个老太太的船在一个柳树下面，他就上去给了很多礼物，然后答应了婚事，他们就好了。好了之后，然后这个女子很厉害的，她又跟他占卦，然后又告诉他应该采购什么东西，全部写在纸上。这一次他就相信他呀，他说买什么就去买，买什么就买。结果拿回去之后，就在那里住了三个月，把东西买回去，全部都翻倍，利润两倍。这一下，皆大欢喜。又这样，过了那种幸福生活，又过了几年。结果这个女子就有一天就想哭着想回家，无论如何要回家去看一看。结果他们就回去了，两个人回去之后，发现那个他的老母亲不知在哪里，叫了半天叫不到，都急得发了慌。然后突然发现前面有个钓鱼的人钓到了一条很特殊的、很大的一条那种白色的那种鲫鱼。鲫鱼大的感觉像一个人，觉得很奇怪。然后这个女子一看就说无论如何把它买下来放生。结果她就跟那个渔夫商量，这个渔夫叫了很高一个价格，但是这个他们还是去拿了钱把它买下来，然后放生。放了之后，然后这个女子把她母亲带回来，最后说我现在也不骗你了，其实你放生的那一个鱼鲫鱼就是我的母亲，我们呢不是人类，我们就是洞庭府里面的水族，我们修炼成了这种可以变化为人。然后呢，我们上面的他的上级呢是龙王，由于这个龙王知道了这个他就是他母亲的这个女儿很漂亮，要把他拿回去给他的太子，跟他太子结婚，然后他母亲不同意，所以说就被龙王惩罚他，让他出来，最后过了很久之后被这个渔夫钓到，差点死了。然后龙王的命令是不能取消的呀，龙王就相当于像皇帝一样的权力非常之大，在那个洞庭府，他说如果你真的对我好的话，明天一定要去给我求有一个神仙会从这里过，真君求那个龙王把他免了，如果你讨厌我觉得是鱼类的话，那你就自己走吧。然后这个他的这个少年就同意了。然后第二天他就在湖边等了等了等了半天，突然发现有一个道士手上拿着一个拐杖，一拐一拐的走过来，他因为有人指点嘛，他知道这不是一般的道士，是个神仙，马上跪地便拜。那个道士看他跪马上跑了，他就跟着追。然后那个道士到了水里边的时候，突然把他那个拐杖扔到水里，然后跳上去。然后这个少年也不顾一切的跳上去，抓到那个拐杖上。结果上去一看，哪里是个拐杖啊，是一条船。结果他也爬上去之后，那个神仙道士就问他，你求我什么事？然后他就说了这整个经过。然后那个道士说，这个龙王也是太荒淫无道了，哪有强迫别人做事情的，别人愿意嘛还可以，不愿意怎么行呢？就拿笔出来，在一个帕子上写了一个免，免死金牌的免，但是呢，他这个字呢就和凡间的字不一样，写的就是一个佛，画符念咒的，念了一个咒语，写了一个佛，然后给他。然后这个道士乘着他的个船一会儿就不见了，他回来之后告诉了他这个就是这个鱼精之后，他们非常高兴。
就把他的这个母亲就救下来了，就也免了他自己的这个灾难。最后他们就又回到老家，又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直到有一天，这个于静在感觉到自己好像活不下去了，要死掉了，就说赶紧去到那个洞庭湖给我打一点水来，因为很远嘛。然后他每天呢就让这个男子天天跟他念诗，他喜欢听他的念孟泰李白的诗，他说这样可以延续一下。这样过了半个月之后，那个水就被打回来之后，赶紧按他的方法把它放在水里面浸泡了一个时辰，两个小时之后苏醒过来。然后他们又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最后成仙而去，做了神仙。这个故事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修行的道理。首先是要充满了一种什么呢，修炼的一种诚心，没有一种诚心的话肯定是不行。然后有起伏的各种各样的事情，虽然它好像人间的一样的一些道理，但是实际上他的那个心是在追随着的那个修炼为第一位，然后愿意去帮助人，然后他帮他们做了事情，他实际上不求这些回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过去世的那种因缘，那种佛报。他很多像那个白蛇传这一类的报恩，一家人子女有的是报恩很听话，有的呢有一定的业障，可能会让父母很头疼，这些都无所谓，应该想办法化解。如果短暂的时间不能化解，也不要灰心，直到化解成功为止，这才是一个做父母的正确的态度，包括其他的一些关系都是这样的。好的，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太乙救苦天尊大慈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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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乙救苦天尊大慈悲。